事事如意，风多的点多赚钱，多谢你的婆婆婆婆拍水叫你赚钱啊，赚钱哦，谢谢。赞啦赞啦吼，感谢你的婆婆啊，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啊，这个好话讲出嘴，大家拢大富大贵大赚钱吼，啊，来安排歌剧，我啊尽量配合到咱这个在座的这朋友，因为在座啊老一辈啊少年辈啦，人讲老歌有感情啦，啊，新歌是最流行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也安排建成有交代，头家有交代，新歌旧歌拢总爱唱，哦，啊，每一个朋友拢听到伊的年代歌，会感觉有一种回味的感觉，真的啊，当然吼，啊，拄好一条是新歌还是旧歌？我较少听嘞，月娘我问你，新的嘛吼，唔是新歌，等咱电脑内底算新的，因为咱那边版权叫我都。叫我都提出来唱嘛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说，哪要爱老歌，后壁我那有小姐真高唱，有啊，这小姐负责唱新歌，是不是啊嘞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只要负责一部分安尼哦，合作分工合作啦哈。分工合作咧，做起来咧，规队就做老的咧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跑过来放啊，再做感谢啦，谢谢。啊，你讲谢谢你啊，你有做不累嘛？很没礼貌哎，交给你了。啊，哎，贵人拢我讲安尼，啊，我讲我个好话，我一直讲哦。你后壁小姐无同我讲，真的。我讲到尾，我跟恁内弟在讲。我负责唱歌。哦，你负责唱对啊？你也嘛是，我袂客气了吼。我哪样？负责简单咧，就唱歌唱就安尼啊。即个唱歌对人家来讲，咱咧食卤肉饭咧，大家都足好唱的啊。对啊。唔是家小姐会唱啦，小姐啊，我有诶，我都唱就人家好听咧。对啊，有诶足好唱。对啊，所以讲有诶，比如来吃这部戏，拢会请 KTV 唱咧。因咱继续搞唱吼，那么伊也毋是要敬神，所以咱无安排哦，比较重要歌曲。嘿，吼，啊，咱小姐规旁来个表演。啊，接下来吼，我看过来个安排，依然是新歌吗？你想安排《祖国之歌》？这条算中国，中国，中国的，来，中国嘛袂歹啦吼，咱个听看卖下咧。主动主发吼，去后壁换衫，来自动自发是人的美德，来迎接这首歌曲《祖国之歌》。
声，白声加头前波声，后壁的放炮声，谢谢你吼，祝我恁今年在播几大听，来，你讲些什么？